天黑了，孩子们赶快跟妈妈回家睡觉了。我是一号，我是二号，我是三号，我是四号，我是五号，我是六号，我是七号，我是八号，我是九号。哎，不对呀，十号呢？十号跑哪里去了？不行不行，我要去找一找。我是一只大鳄鱼，咿呀咿呀哟。等一下，大鳄鱼，你嘴里吃的是我的十号宝宝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吃的是牛排。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。等一下，小老鼠，你嘴里吃的是我的十号宝宝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吃的是披萨。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等一下，大老虎，你嘴里吃的是我的十号宝宝吗？对对对，我吃的就是你的十号宝宝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十号宝宝了，你赶快还给我。不还不还，我就不还，我的肚子太饿了。我这里有一个汉堡给你吃，这个草莓蛋糕也给你吃，还有这包薯条也给你吃。现在你能把十号宝宝还给我了吗？哇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，那好吧，现在就把十号宝宝还给你。